小朋友，快和我们从芝麻街一起出发，连同大鸟和 Elmo 看世界吧。每期节目针对不同的问题展开故事，而这些问题来自于芝麻街的大鸟、Elmo 和莉莉的日常生活。孩子们将探索芝麻街的世界，从而寻找并调查问题的答案，通过节目更了解这个世界。大鸟看世界将在每个星期四傍晚6:30播出，快来加入我们吧！